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用皮皮虾做个新吃法，蒜蓉皮皮虾。皮皮虾洗净，剪去尾部尖刺，防止扎嘴。大蒜一头，切末。葱姜末少许。小米椒切圈。锅放少许油，下蒜末煸出香味。蒜末微黄后，放入小米辣炒香，加酱油煸炒入味，倒入皮皮虾翻炒均匀，加一手勺水，少许糖，盖上锅盖焖十分钟，开盖后再撒入少许蒜末增香，点蚝油提鲜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蒜香浓郁的皮皮虾做好了，家里招待客人老有面了。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菜，关注小燕姐没错的。